第42篇《木莲花》，作者陈洪昌。这里露台顶的两枝木莲已经三冬啊，上头啊花栽拄要转来，用草啊包条条，细个丛啊，我甲伊种伫一个大花坑内，放伫门卡口的车库边。过不两日，叶啊滴滴答，规丛花无染无呢，那像强要转去的办事。看袂着的，进去册店买一本有关栽培花的册，才知影望你惊寒，爱水，爱肥料，阁爱有日头晒。为要让伊阁活起来，我就伫二楼露台花园，找一个所在，甲伊刷过去。凡事是看我遮用心，无几工尔，叶啊都暗怕怕、青扁扁。即个有新鲜的空气，加好好风吹，煞砰砰大，亲像四个外月长寒冷的囡仔。有够古锥，有够水，逐工都大家有看，叶啊愈来愈青翠，树的愈来愈粗。过不偌久，就一枝一枝小蕉旋对杂货平的顶面去啊。毋过，我毋捌看伊开过一朵花，可能是赶紧买大丛。煞袂记只爱开花。今仔日透早，我去露台，想要吸一挂新鲜的空气。真意外，吸入来煞是一阵一阵的花香。近足甲看，原来是木莲在拍嘛。逐枝拢有三五蕊花。开出来花蕊有两盏，外盏有六瓣，内盏有五瓣。遐细蕊花，煞有遐精密的构造。我叫阮牵手来看，伊讲，屋外的树仔丛细甲遐大丛，毋知影水甲肥料食对倒位去。我甲伊讲。迄花细蕊是细蕊，毋过真香啊！话哪讲，煞予我想起30年前的代志。阮阿嬷真爱香花，伊无爱艳丽艳仔花、玫瑰甲菊啊。伊讲，花无百日红，看花开花恋。特别是上水的花，熊熊脸气打气落落去，一方真感慨。像艳丽花袂香，香的花都毋是有色的。我较爱香的花，较无爱有色的花。像玫瑰伫日头下开甲水水水。像蝴蝶来伊遐飞来飞去，毋过伊无香味啊。阿嬷栽的花，拢是会香无红的花，像桂花、含俏、秋兰、木莲迄款会香的花。其中阿嬷上喜欢的是木莲，逐早起在浇水的时，伊拢会徛伫花头前。一蕊一蕊仔上，伊会对花轻声细说，袂输你甲因孙伫讲话安尼。疼花那疼孙嘞，伊个生活真优雅，予人真笑脸。第42篇《早炊》，作者杨文言。
我站在较远的所在，目睭前看到是七星潭，伊的海湾那像月白，这是两个地壳小尖，整出来一条弯弯的海岸线。这款咸酸苦涩，参参做一回感受，实在真恶妙下。有当时啊，我就爱应付朋友的问话，那就是面头前一个大鹰，雄雄对我抢过来。唔，那是伫海墘，有一个透早，伫富里要去乐山水墙的路林，我停来看对面的中央山脉时，同款阁想起一个唔知要安怎回答的问题。迄个时阵，我的头脑稳定，日子过了真快活。爸母传一间厝予我住，拄我结婚无偌久，哪会知影才过无几个月，我就开始做面钱，找找会当予我来华莲工作的机会。自迄阵开始，就注定爱打拼找问题解答，为我的朋友甲亲人。迄时，我就兴爬山，会记得有一摆爬去南澳大山的山顶，伫山顶看到太平洋，迄阵心内足感动。总是这个感动，无预测到我的未来。后来，随梦掠做家己是足理性的，深究甲台湾每一个城市的平均温度、雨水量、人口密度、医疗资源等等种种的因素，拢掠出来分析，说明是安怎。我要离开已经住三十栋的台北，离开所有的亲戚朋友，去一个少青分的所在。少些朋友也是认定我一定是为着要躲避一挂无法度通解决的现实问题，才走来。不过迄年的四月天，家己一个人坐火车来华莲因头路，火车能少坐半空。到新城的时阵，看到一片长长的平原，甲山顶一点一点的落月色。我真确定迄个时阵，早得甲所有理性放一边啊！我常常拢咧找答案。伫真济所在，可比讲伫隔壁，看到徛个墙围顶悬，写看到国旗，肃立致敬，顶顶的标语。伫东门村教堂后壁的树篮内底，看到倒落去的真大座的开路的纪念碑。伫富源看到赵忠树。听讲清国官兵的几啊个，伫中梁看到咧要倒去的百年坟啊经，我伫真济所在、真济时阵，拢会想起我爱找答案的代志。拄来华莲的时阵，伫一间专科学校教册，有白色恐怖的气氛。迄阵住伫丰田日本时代移民村，因为我中央山脉山卡下晡常常落雨，雨落了，山边隐隐有一条长长的腰带，为山卡稳稳啊飘起来，才阁稳稳啊消失。迄个时阵，我对未来生活完全无确定。让我感觉较早所谓打拼，就亲像这条薄薄
长长的烟雾共款，早晚的乌有去，无人搁会记起。第43篇《饲鸡阿姨》，作者黄家辉。伫机场迎接阿姨，想着伊抱一束来五万离开台湾，走去青云的中国，看会当得到仙丹妙药，来医好一身躯的病痛无？可惜倒转来的时，煞干呾剩一枚骨头乎，捧伫阿皮哥哥的双手顶。西宫上京，东环啊，夜夜飞。一张一声，哈克，咱回来呀！大家搁一摆，目眶红，目屎滴。阿姨，你听到的唔甘你双手搭着起来鸡寮，唔甘应尽五彩十色的回报。不愿就安尼放下你所爱的人，阿姨，你回来故乡啊，你回来啊，安怎嘛想袂到已经看无你，袂当阁听你唱迄条天星伴天涯，你烧热的身躯化作一枚丁丁。白色的骨骨，永远待在故乡英静的残垣。讲到鱼鱼，特别当无想到饲鸡，特别去鱼鱼的厝，伫门口话无人，阮就知影，伊一定是伫鸡寮无闲。鱼鱼的鸡寮伫圳沟边，妈妈看看行淡仔个路。阮囡仔无讲偌优秀，绕过一片菊仔园，沿残花路，弯啊行，弯啊走，叫阿姨。阮走到皮皮喘的时，阿姨就笑眯眯徛伫船沟边等阮。伊戴一顶鸡笠仔，身躯臭毛毛，全鸡屎味。伊亲像一只老鸡母。照顾一群鸡仔，鱼饲的是生两家，所以拢是母的。这个查某宿舍有七八栋，每一栋有三四十间，一只鸡有一间厝，无通啊想咱人大要求舒适派头。一间细细间啊，翻身当洗就真吃力。两条长长七半柄的塑胶弓啊，徛伫鸡笼啊边，一条底饲料，一条渗水，就敢那人食饭的碗，加啉水的杯啊。食饭时间到，阿姨照顺序将饲料分配伫饲料弓，一只一只鸡窝头，存出来食饲料，整齐一滴的动作。可能伫家格军队，也是集中营才看会到，替因感觉真可怜。话讲倒转来，一粒一粒白丝丝的鸡卵，就是黄金。鱼起鸡了，收鸡卵，这几年来存有一挂，起一栋舒适的别庄，永福庄。阁欠袂少好家己，亲戚朋友嘛常常受伊照顾，至于重感情不只也慷慨。爸爸生理做了无介好迄阵啊，三不五时就爱甲人借钱周转，问无时，妈妈就会借口讲要去应征找二姨姐，才偷偷啊甲二姨借钱。二姨真斗三工，阁干呾摕无头钱，讲姊妹仔代
不咧计较遐济。细汉的时，上爱去姨姨遐，因为姨姨予阮第年红包正大包，趁大人渡来渡去，阮红包啥咧？第二有得第啊，就总去鸡寮看鸡啊生卵。第四十四篇《南人秋》，作者黄家辉。南人秋不但是热带地区的食物，因为秋形优雅，即马四季拢茂盛。中南部较济，尤其伫恒春附近的海岸上济。南人秋又阁叫做二白秋、火山秋。普遍来讲，拢是叫做南人秋。安怎安尼好名咧？这是因为伊的树枝亲像草干呐。伊上特别的所在，就是树叶真多，会翻向天开。秋天若到，青叶会变黄、灯红，一叶一叶落落来，才有死的意境。到寒天，敢若剩光溜溜的树身，加添孤单寂寞的美感。春天若到，天气较烧热，伊亲像伫困眠中醒起来，开始布衣，幼嫩的叶啊，一时间同齐布出来，充满生命力。叶啊，生两形，若完全天开，就开始开花，慢看伊的叶啊，大大叶，花点得细细蕊啊，白花青叶，和春天看起来更加闹热活泼。欣赏南人秋，一年四季拢无同。南人秋不只会当欣赏娘娘，规丛南人秋自树皮、树身、叶啊、甲树枝拢有路用。伊的树皮会当连乌色的泥料，树身会当做椅啊、桌啊。叶啊会当治皮肤病，树皮会当治漏屎。南人秋开始通人知，是听讲会当治肝病，毋知是伫倒位听来的，讲是有一个人肝硬化。西医看透透，拢讲歹医啊！伊想讲西医看无效果，换中医看卖咧，就走去中国，愿望中医有法度救伊。伊伫一间庙寺，撞到一个老师傅，好心拨伊讲担任树叶啊，会当治肝病。而且得爱自然落落来叶啊，才有效。袂当爬起去树啊顶板哦。伊就照师傅讲的，把南人树叶啊当作茶泡来啉，逐工啉，想袂到过半年，伊的肝病完全好去啊，已经返来台湾报予大家知。另外要搁听阮阿姊讲，伊有一个朋友，本来规面全烂条阿姊，嘛是逐工泡南人叶啊来啉，结果条阿姊拢好去，南人叶治病敢真正真有效。根据阮阿姑的经验，有人真有效，有人无效，看体质啦，哪只哪叶较无败害。那吃不好，唔通来找我哦。我报你知，你报伊知，就安尼报来报去，讲甲南人叶啊，那解毒仙丹妙药嘞。结果有一个怪现象，代代校园几啊丛南人树，秋天若到，就会当看到真济善男信女，伫树啊卡咧等，叶啊一个落落来。随着有人拼过去捡，捡啊，清气清气，工友、新工拢唔免少。
第四十五篇《九份的幸衰》，作者苏坤泉。十多年前，九份啊做酒，对四界应入来食客甲车辆，将原本弯弯翘翘，并无偌快乐，客甲杂通通。十一月天，东北季节风飘落来小小的雨丝啊，拢无去影响到济济热情的亲友，客入来即个只有百外户人的山城。历史是逐摆活动的重头戏，三只大地公摆伫庙埕，正对着神明位，大家拢有千外斤。布袋戏甲歌戏平搭伫庙埕两边，锣鼓甲鼓吹声，甲原本的金马矿员断绝。大部分的居民拢已经出外讨炭的山城，不甲规暝日闹热滚滚。讲到请人客，大家拢嘛输人唔输阵。伫几年前，要有老弟做的，得请起地公；那无的，得紧想办法甲人定地公。出外住地，嘛得爱转来办桌请人客。伫即天，大家才发现故乡原来遮尔迷人，亲像甲五十年前头摆做酒的时阵，同款遐尔啊闹热。一百年前，九份也是无人行脚到的所在。自从金瓜石发现金矿了后，对各地引入来买开金矿的人，为着要有一个遮风庇护的所在，有真侪人伫靠近金矿的九份啊起厝。迄当阵也无钢筋，大家用青鸟石做地基。搁再抹阿摩陀，规个山头甲山坪，拢会当看到真济即款的厝。金矿业腾兴的时，单单基山街都有五六间酒家。阮外公外妈就伫即条街仔尾开冰店。细汉的时，捌听阮外公讲起伊少年时阵，就为食指去遐做生理。伊讲捌有一个金矿仔囝，只是经过酒家的时阵，互查某笑讲，伊一颗乌索索，亲像一只乌毛猪。这个金矿仔囝，互伊骗想唔甘愿，但暗时啊受讲了后，就请假笑笑，去希望迄个探食查某。我爸爸有一个金矿仔囝，一时贪着金仔好价钱，趁大家拢歇困的暗时，去金路偷摕金仔。对小路要逃走，去予日本仔大人开枪拍死。金矿经过三四十年的开采，矿源渐渐断绝去，金矿也常常落盘。虽然大家都有请咖喱戏来搬，也是无效果。到煞尾啊，有一挂地方士绅提议做酒，佮规定五十年后佮再做一摆，这就是十多年来做酒的由来。讲也奇怪，自从十年前做酒以来，吸引一挂艺术家来遮徛起，有一片伫遮翕的电影，也伫威尼斯的坎城影展得着奖。九份啊，搁再开始有名起来。新兵戏院边啊，迄间小上海酒家，嘛变作大家寻根的好所在。第四十六篇《南人秋》，作者黄家辉。
南仁树不但是热带地区的食物，因为树形优雅，即马四季拢茂盛。中南部较侪，尤其伫恒春附近的海岸上侪。南仁树又阁叫做二白树、虎山树，普遍来讲，拢是叫做南仁树。安怎安尼好名嘞？这是因为伊的树枝亲像草干呐。伊上特别的所在，就是树花真多，会欢向天开。秋天若到，青叶会变黄、灯红，一叶一叶落下来，才有诗的意境。到寒天，干那剩光溜溜的树身，加添孤单寂寞的美感。春天若到，天气较烧热，伊亲像伫困眠中醒起来，开始布衣，幼嫩的叶啊，一时间同齐布出来，充满生命力。叶啊，生两形，那完全天开，就会开始开花。卖看伊的叶啊，大大叶，花点得细细蕊啊。白花青叶，和春天看起来更加闹热活泼。欣赏南仁树，一年四季拢无同。南仁树不止会当欣赏娘娘，规丛南仁树自树皮、树身、叶啊、甲树枝都有路用。伊个树皮会当连乌色个泥料，树身会当做椅啊、桌啊，叶啊会当治皮肤病，树皮会当治漏屎。南仁树开始通人知，是听讲会当治肝病，毋知是伫倒位听来个，讲是有一个人肝硬化，西医看透透，拢讲歹伊啊。伊想讲西医看无效果，换中医看卖咧，就走去中国，仰望中医有法度救伊。伊伫一间庙寺，撞到一个老师傅，好心拨伊讲南仁树叶啊，会当治肝病，而且着爱自然落落来叶啊才有效，袂当爬起去树啊顶板哦。伊就照师傅讲的，把南仁树叶啊当作茶泡来啉，逐天啉，想袂到过半年，伊的肝病完全好去啊！已经转来台湾报予大家知。另外，还阁听阮阿姊讲，伊有一个朋友，本来规面全烂条阿姊，嘛是逐天泡南仁叶啊来啉。结果条子拢好去，南仁叶治病敢真正真有效。根据阮阿舅的经验，有人食有效，有人无效。看体质啦，哪只哪叶较无白害，哪只无效，唔通来找我哦。我报你知，你报伊知，得安尼报来报去，讲甲南仁叶啊，那。解毒仙丹妙药嘞，结果有一个怪现象，代代校园几啊丛南仁树，秋天若到，就会当看到真济善男信女，伫树仔脚咧等，叶啊一个落落来，随着有人拼开去捡，捡啊清气清气，工友新工拢唔免扫。第四十七篇《死蛇画尾流》，作者阿土伯。蛇是真可怕的动物。蛇有毒蛇甲无毒的蛇，亲像草尾仔蛇、水蛇是无毒的。青竹丝、雨伞节、粪丝虫、骨壳花都拢有毒。
毋管是有毒也是无毒，互蛇咬到拢是歹运。互毒蛇咬到，若无紧处理，是运势无坏。草尾仔蛇虽然无毒，但是咬到也是真歪歪，疼丢丢。有人用金蕉皮甲乌藤对做药膏，固体方听讲真有效。蛇这么可怕，一旦把蛇咬到，草蛇会看作蛇。讲到蛇就错，现代人大都市无啥机会通看到蛇，但是古早台湾未开发的时，蛇是台湾人上大的敌人，因为台湾无猛兽，真惊是蛇，所以看到蛇就怕好一死。蛇虽然怕死，但是尾溜要尿一下，尿一下。俗语讲，死蛇活尾溜，是讲贼头虽然抓起来，伊的尿路还会作怪。也是讲，代志已经结束，但是血已经也滴的，到一个尾无法度解决的意思。蛇虽然是可怕的毒虫，但是听讲蛇是中国福建人的祖先，福建古早叫做蛮，蛮字读作蛮，两字的内面拢有晦字。晦就是蛇的意思。汉朝的大学者柯信解说蛮字讲：东人挖蛇精。毋过，蛇要哪有可能生人？这是因为蛇是古早福建人的祖先所崇拜的都亭啦。汉族是崇拜灵，越族崇拜蛇。对因的都亭来看，越族甲汉族本来是无共种的。桃园南坎庙有福赛新蛇公，听讲南坎起庙时，有一对银蛇来住伫庙林，带七十几只蛇囝。这些蛇四界避人的厝，暗时伫伫暗夜困，但是毋捌害人。所以人将因当作是神，毋敢甲拍死。若有人来偷掠蛇，互神蛇公的信徒脏着，一直无放伊煞。这代志虽然含福建人蛇的都亭无关系，但是也可见满族确实有崇拜蛇的习惯。台湾有一条蛇龙君的故事。蛇龙君是蛇王，带一个查某囡仔做王妃，过着幸福的日子。后来王后阿姊因为孝顺伊的地位，用计害死小妹，家己做王后。小妹死了，变作一只白灵犀，后讲盼心恶落多，害死小妹嫁王后。经过真侪曲折，蛇龙君将真正的王后找到，赢返去蛇宫，才将假王后处死。蛇龙君的故事是台湾的故事中间上界有文学价值的囡仔故，而且嘛代表闽南语族对蛇的崇拜。第四十八篇，阿公的故事，演讲陈奕涵，整理林金城。阿若讲到台语，我就想到阮阿公，伊常常咧讲起，伊讲当初迄一时，日本也是低头咧管本机，但台湾人的生活是真厌气，困苦无依是咱袂记。阮阿公有咧讲。迄时阵，三顿拢食咸鸡签，菜脯羹啊，着猛加咸。迄日本啊，食甲油细细，
偏偏就是袂晓讲台湾话。有一摆，阮阿公过好衰，去甲日本囡仔讲咱的好乐话。伊捧一块食饭碗，甲伊讲这是碗。迄日本囡仔就对咧学碗，搁举家己的脚，甲伊讲这是脚。刷落去，搁比一个底水的缸，甲伊讲这是缸。尾啊，伊搁摕一个查某囡仔盛装打扮的镜，甲伊讲这是镜。迄日本囡仔是愈学愈有耍，就对咧讲镜。阿公紧甲这四项物件连起来做伙讲，迄日本囡仔在那说头那念讲。碗、脚、光、镜，念较紧的啦！碗、脚、光、镜，碗、脚、光、镜，碗、脚、光、镜，我脚床疼，我脚床疼。嘿，迄日本囡仔讲家己脚床疼，阮阿公伫边啊是笑甲巴肚疼。三顿食袂饱，创伫日本囡仔忙过瘾啦。迄时阵台湾出产足济甘蔗。唔过，拢做糖送予日本啊去效果。阮阿公若听载甘蔗火车，噗噗噗，七七七七七七，伊就赶紧走去铁机路边，等要捡甘蔗。近摆都有甘蔗落落来，予因遐个囡仔是捡甲真欢喜。久啊，阮阿公才发觉，原来是火车顶个阿伯。挑工甲甘蔗担落来，要予因食个囡仔食啦。日本啊离开台湾了后，大家生活嘛是真艰苦。迄阿叔啊，着好心来救济，为着要领救济品，大家着烧酒斗阵来去教堂做礼拜，信耶稣，念迄阿弥陀佛念说咧，交迄 A B C D 是教家己。但礼拜做煞，食排列领配给的米粉、牛奶粉，也是啥？嘿，迄阿叔啊，汉草是有够好，偏偏是十六岁，啊大细汉就差遮济。阮阿嬷就大领的改做细领的，啊裤脚拄好卡做裙，米粉袋啊摕来扯做白布衫。内裤，迄时阵内裤无时间，迄啥物 VVD 甲小 YG， 当年啊，拢嘛是头前写前三报告，啊，脚床后写的是前重五十公斤。即马讲起来是当作笑亏，毋过迄时阵的日子实在是真歹过，为着要顾三顿。阮阿公捌去拖过三轮车，嘛捌下米粉，阁捌四界去甲人打布棚，做人寒是到甲四南水，寒人是当甲四时阵。毋过，卡苦嘛着爱忍耐。第四十九篇。来一只厝鸟人客，作者陈吉明。迄天，我伫厝里的后壁买咧披衫，听到鸟仔咧叫声。阿母讲，可能是鸟仔囝伫咧耳背摔落来，爱甲伊吹出来，才袂好枵死。阮两个母仔囝就开始伫后壁买四个饼。顶到落尾，阮阿母伫一个倒坎的面汤卡，找到一只鸟仔囝。这是一只厝鸟啊，真细只，也无我手盘一半大。是个嘛也袂硬，毛嘛也袂发完全。看这个扮势，伊也袂学晓飞，得摔落来。阿母决定要甲伊饲甲是公的，会当家己飞。才把伊放弃，才袂变作附近遐猫仔的点心。阿母找一卡纸箱啊，
把鸟仔安伫内底。我是去找一个鸥仔，内底底清水，佮用另外一个氢气壳啊，放一挂木树籽，予伊做饲料。把鸟仔放入去的时阵，一时无注意，煞予伊走去。时光加载走无偌远，一时啊，都予阿母掠转来。为着卖予鸟仔佮走出来，阮就伫巷仔顶悬嵌一个墙网的塑胶挂。安尼总算甲伊安搭好势，予伊有一个暂时安居的所在。阮查某孙仔小雨是一个真好闲的三岁囡仔，伊当然也对这只新来的人客真好奇。拄安搭好，厝只无五分钟，伊就去甲挂掀盖看。厝鸟啊，就探旁飞出来啊，一时啊，就无看个鸟影，毋知避去倒位。阮阿母甲我，也阁有查某孙啊，三个人伫厝内四处找，总算看到鸟啊，避伫桌骹。阿母脚手正咩？三两个手都抓到鸟啊咯，大家总算会当安心去做家己个代志。我继续去坐伫电脑头前写论文，阿母甲小雨两个坐伫客厅看电视。我提出一块合作微妙的闪动鸟鸣的 CD 放落去听，想袂到阮兜这个人客煞对我这块 CD 放散出来的鸟仔声叫，伊妈孙啊嘛听到鸟仔伫咧对 CD 叫的声。大家笑看对笑，不止啊趣味。天光听到阿母的叫声，嗨呀，他鸟仔哪会死去的？阿母的话声，予我熊熊精神，赶紧位楼顶走来问好清楚。妈，你讲啥？我一个落来，就看到阿母塌壳累累，目眶红红。伊个手腕内底，鸟仔身躯揪做一个，予人看到真不忍心。阿母用伤心的眼神看我，问讲：伊敢是枵死个啦？巴肚摸摸，敢是不爱食木树籽，也是想要自由，绝食抗议。我看阿母遮尔艰苦，就甲伊安慰讲。但已经尽力，也无想过要害伊。出发点是善良的啦，阿母，你莫阁艰苦啊！其实我心内嘛感觉一种讲袂出来的悲哀。第五十篇，难忘的那一日，作者阿武。迄一天早时九点外，伫工厂伫做工课时阵，雄雄看到阮先生趴伫桌顶，面色是白死煞，阁一直拼唱歌，我心内真惊吓，就惊我去甲看卖咧。伊讲无要紧，简单倒病的胸坎啊，小可疼疼尔，我歇一睏也着好。过半点外钟，我阁踏入去办公室看伊，亲像无较好个款，就催伊进去予医生看卖咧。伊就安尼骑脚踏车出去咯，我伫厝里尿尿看，拢无看到伊转来，心内正着急，想讲代志大条啊，应该来去诊所甲看卖咧才对。都踏入诊所，医生就对我讲：“恁先生的病真危险，可能是心肝疼的款。我已经写好转院急诊的小介单，恁赶紧去病院，袂使再搁拖了。”摕到医生的小介批，就坐计程车赶去国泰病院。
因为真着急，感觉讲沿路车敢那亲像特别多，看伊听个拢袂讲话，阮的心情嘛那亲像定地到遐共款，又搁着急又搁艰苦，分袂当咱来替伊破病。到病医的急诊处办好所有的手续了后，医生随时替伊验血。做心电图、照电工等等应该做的检查，了后就讲林先生是心脏的血筋塌裂，才会安尼。即马就要赶紧做心脏扩充术，那无可能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又搁听医生讲，嘛无100%的把握。迄当阵，阮的心情真复杂，做甲无做，拢有生命的危险。阮两人参详了后，决定将生命交予医生。伫手术间外口，点点坐咧等。我甲我家己讲，袂使哭，爱坚强。毋过目屎犹原擦擦滴。即当阵会当做的就是为伊祈祷，祈求菩萨慈悲来救助伊，甲所有辛苦病痛的人。毋知过了偌久，手术间的门才拍开，我赶紧入去看伊，伊一直拢真清醒，啊，毋过袂使讲伤济话。过一时啊久，医生吩咐护士把伊送入去加护病房观察。听医生讲，这是真危险的手术，失败的机会真高。那准会当度过今仔日，无其他的变化，才算是稳定啊。迄一暝，我伫加护病房的走廊陪伊，半暝啊。就倒伫凉椅面顶，冰来冰去。虽然即阵是温暖的春天，毋过我煞感觉特别寒。期待天光日头紧出来，我相信温暖会阁一摆充满每一个人的心。度过加护病房四天的危险观察期。转入去普通病房，阁待三天就出院啊！要出院进前，陈医师讲，这摆手术真正是无简单，是予人真意外成功的病例。你着爱好好报销这个真无简单，才救回来的生命。到即阵想起来。也要阁真感谢陈医师的。出院了后，身体需要好好调养。阮先生常常讲起伊迄当阵的心情，伊讲人的生命是真脆弱的，化一个要安怎，咱拢无法度。连走路都拢感觉强要无开去，迄种死而复生的感觉。相信只有捌经过的人，才会当深深体会到。即当阵，伊的身体已经恢复甲真好。我毋忘伫每一个日子，每一个人，拢有济济平安、喜悦甲满足。